手挑战赛，如何在30分钟内出三菜一汤？我现在在做一个树脂奶油酱，我要先炒荷塘小炒，打翡翠鱼汤的翡翠，好享受看他们烹调的感觉。我现在要把花生猪蹄下去炖，折匀一个猪脚，我不知道它的时间上是不是 OK。你觉得谁在时间内比较有把握完成？你们到底要整他们到什么程度呢？